暑假都出去旅行了吗？和苏里酱一起整理旅行小记吧，好多小习惯和小方式，还有迷你版，布灵布灵的好可爱。苏里酱拖着行李箱出发啦，他将去温泉小镇，这是他的高铁票，飞机票也准备了。你们更倾向哪种出行方式呢？苏里酱坐的高铁，一定要看护好钱包和行李。天气好热，带着泳圈去海边玩喽。海边有好多可爱的小生物，还可以去湖边吹吹风。这是苏里酱整理的旅行相册，他还喜欢唱歌，开个音乐会尽情表演吧。躺在草地上享受美好的生活，整理一下旅行手册，准备回家喽。